啊，开始了。我其实平常话还挺多的。自从我来到了这个艾欧麦新青年，我就找到了拍大片不油腻的方式。高贵的王子，我第二批，黄子弘凡是第一批。等我有空吧。是的。没有。我还感觉挺好玩的，所以我今天就来这儿了。起高其实是在我的那个舒适的音域里面，基本上每次起高都是我刻意的。对，不是，因为歌手之后进步很多。因为平常跟哥哥们私下状态比较放松。颜值打7分吧，歌艺打8分吧。样子好，身材正也没有吧。我们都是比较特殊的。多睡觉。其实是可以说来着的。